有个小区的邻居啊，找我出8个包。Let us go。已经到小区了，在前面的小卖部碰头。有几个包啊？好几个包，他都没有拿包的扔过来了。怎么拿了一箱啊？好多。你小区有没有椅子啊？椅子。前面对吧？那就去那边吧。一行李箱啊。你看吧，好的，一共有几个？我要是一共有十几个吧，还不止8个了。对，我们在这去吧。好，可以。嗯，开箱了。哇，一共几个？10几个有的。嗯，那我先。你看吧，这两包，你看你觉得是假的吧？这个啊，我再看一遍吧。啊，这个包确实是假的。假的了，嗯，假的。然后像这种奢侈品的包，它一定是能立起来的，你像都塌起来了，这绝对是不对的。嗯，这个估计也是一样的。这个后面的字看着感觉可以啊，但是前面这个标又是不对的，这个 S 明显不对的，这两个是假的。香奈儿对吧？嗯。这里他帮他举过来。他这些包来路是？你放心，我们是偷不的。我知道，就是我想了解一下，他这个包是自己买的还是？自己买的。自己买的对吧？嗯、啊。这两个也是自己买的，对。好巧，因为我在小区看到你说这个东西。啊。嗯。这个八九不离十，问题不是很大。这个肯定是真的，这个是他当时飞国际航班把他带过来。我在伦敦买了的。哦，这个是真的。嗯。一般我们客户碰到，如果有几个是假的，那基本上不敢看了，对吧？基本上都是有点是啊，有点问题。啊，这个 OK 的、，OK 的放这里。嗯。怎么出奇？就像这种比较好辨认一点，没有那边吗？啊，在这里，这个问题不大，这个是真的。现在有2个是真的，先放在这里。不取吧，不取最好看。这个假的，啊？哎，怎么看出来的？吃这口饭肯定。对，我觉得你咋硬看出来的？当时我把我那个香奈儿，人家帮我袋子拿出来，你帮我看看。流浪包，没问题。我当时还加价从国外带回来的。这个包也是假的。这是假的。对，5斤都很粗糙。爱马仕啊，这个估计不太能。这个爱马仕一眼假。对、啊，爱马仕。这个应该也不是。这个啊，这个螺丝都不对了。这种十字螺丝绝对不可能出现的，这个在欧洲是个禁忌。嗯，十字。对，看都不能。哇，怎么这么多假包呀？然后这个香奈儿，我感觉这个不像假的。嗯，这个应该是。大人们，这个是真的吗？